我是人学士马家五刘岁陈天章。昨天下午两点左右，我上完去法院的了，让贺监事我和他派出所开着警车，一个警车，一个黑车，他当着拍照，穿着制服，有七八个人抓了我一个羊，说我这羊是让我这羊去做核酸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抓了去了，也不给我留电话，让我在电话给留下来，抓了我的羊，究竟是吃肉了还是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。